老婆，生日快乐。我们要个孩子吧。除了每天会说什么当初你妈拿钱给周平开公司以外，你还会什么？看到你这副恶心的样子，想吐的人是我。我也愿意像这灯塔一样永远为你照亮前路。可是我还没离婚。想要跟我离婚时，除非我死。牛奶中含有精神的药物，他可能想弄疯你。既然你们都要逼疯我，我倒要看看谁先疯。你清醒一点，我才是你的丈夫，说过的。逃不掉的。刘子欣很快就会消失的。子欣，你怎么了？